四分之一决赛是4-1击败了林诗栋。准备很充防回头，漂亮。有的时候呢，也会出现状态不太在线的情况。有一点好球，应该说两个人的有点擦网，哇，接发球一个爆丝，这球中。回白，好球，又是反手之后马上就变直线，漂亮漂亮，好球，控制台内，好球，反出台一个轻拉侧切，这球偷得不错，哇，防回来了，形成对拉，漂亮，再来，哇，精彩，漂亮。逆旋转到正手短，回摆，劈长，反拉，两人又是正手对拉，削一板，哎，四，逆旋转发到中路，反手上手，推球，樊振东反手主动发力。漂亮，接发球直接挑打，好球，继续，哇，好球，控制台内球拉起来，反手连续发力，好球，硬碰硬的类型，哇，太快了，这几分。控制台内球抢冲，好球，再来，又是中远台的相持，哦哟，这完全是刚刚的把它垫过网，这样11-3，樊振东拿，劈长，好球，好球。
漂亮，胸变直线，周琦好球，调打，哇，漂亮，也在关注着这场球。这球是靠漂亮漂亮，又继续回摆拧起来，范振东反手主动发力，好球，这球看得不错，直接劈长，这球周琦，哇，也是樊振东的一个拿分的杀手锏。比分现在反超，消一板之后，樊振东连续进攻，再打高球，周琦豪再放，哇，这球还上了，再来，第六板，哇，周琦豪这手感也太好了。防到正手，两个人形成对拉，哇，这个9-9，刚刚正能力啊，尤其是在这种情绪上的调节能力，好球，又是堵了一个，第四局也是整场比赛的关键局，好球，简历的防守，哎呦，擦网，这是。正手短，哎，樊振东的回摆失误，漂亮！哇，第五局这个也是他在前几天比赛当中，尤其是通过双方又是形成对拉，正手连续。谁能够拿下这一局，在整个大比分上包括心理上都很有优势，好球，又是一个侧切，又是正手形成对拉，哇，削一板，太精彩了，回摆上手拧直线，开场球，哎，这是一个机，漂亮，比分反超了，漂亮漂亮啊，周琦豪打到中路短的快劈底线，哇，启豪11-8拿下了第五局，看今天周启豪能不能够一黑到底，漂亮漂亮，球，看球不错，好球，哇，强强相持当中，樊振东正漂亮，漂亮，
球，再防回来。哎，这球想翻出台直接抢拉，还是下一板的漂亮接发球。回摆上手，板出台又是侧切，哇，太漂亮了！两个发球，漂亮，发到正手短，还是发这个点有点擦网，樊振东抢攻，哇，这个防守真的是。快皮底线，楚乔上手侧身抢拉，防一个大角度。樊振东现在追回9-10。中间短的，直接抢上手，哇！周启豪赢了，这样周启豪4-2战胜了樊振东，也成为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黑马，而且是一黑到底，拿到了直通名额。我们再一次的祝贺小将周启豪。